前五秒很重要。那我们再看五秒。由于价格的关系，一般普罗大众以为镀膜是高级车、豪华轿车，亦或是超跑所拥有的专属服务。错，大错特错。其实只要你爱你的车，你的车就是一台值得被好好照顾的车。我们看看这两位车主。或许有些人说我的 Mustang 不是超跑，镜头在这里啊！哦，真是不应该戴两个太阳眼镜啊！还我，对不起。或许有人觉得我的 Mustang 不是超跑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 logo 呢，在路上经常被人家误认为它就是法拉利。我几乎每个早上都跟我朋友去晨跑，而且这么多的 Mustang 里面，就只有我会被认为是法拉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镀膜嘛。这位是我太太。常常有人问我，怎么会有这么正的太太呢？嘿嘿，有没有跟刚刚洗车的 model 长得很像啊？其实这没有什么，除了我人长得帅以外，我的车也要跟我一样帅才搭得起来嘛。那问题是，车就是要镀膜让它保持亮丽，这样它才会显示它的帅气。可是重点还是他在帅还是没有我帅？对啊，当初追我的人都开牛啊马牙的超跑，太没有新鲜感了。有天我的眼睛突然被一辆闪到发光的玛莎拉蒂给深深吸引了，经过一阵晕眩之后，我就知道真爱来了。你谁啊？我俩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替爱车镀膜一次之后，好处多多，有的因为车好看了，人也变帅了，有的更是能娶到 model 等级的美女回家。想要跟他们一样吗？现在不用50块，不用5000块，现在有机会完全免费。免费 free分期耶！现在庆祝 DigiMobi 突破 YouTube 1300人订阅，现在只要在下方留言就可以抽中好礼，还在等什么？快按赞跟留言！